哇！再说一遍。你拜拜穿这样去哦？我都是吗？就这样跟拉。哦，所以他就这样被人家拍到，因为拜拜而红，然后也因为拜拜而闪到腰。宝贝鱼鱼来土地公庙拜拜，这家非常的灵。哦，爸爸，你还好吗？闪到！哇，你现在可以走路吗？有点痛。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厉害的整复，我先带你去舒缓一下好吗？好，走。亚当老师，小心哦。我们家的鱼鱼刚刚在拜拜的时候闪到了，开心吗，宝贝？痛。你喜欢吗？你想的啦。我再帮他看一下，你是右边这边拉到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他身高蛮高的，你是这边都平常都穿透。我觉得他每天都要低头看人，所以驼背的很严重。所以刚好就是神明跟他讲该处理，该来了。我等一下就先帮他处理一下，然后当然基本的我先帮他看一下到底要怎么做，会比较好。好，平常有做整复吗？只有拨过筋。那你的承受力应该是可以的。不行。但我会忍耐的。好，加油。可是我在帮他处理之前呢，你现在还忍得住吗？要先站起来自我介绍是吗？不用自我介绍，我只是想要知道他到底他哪来的，被你带过来的吗？我们从土地公来的。好了，我们先这样，先走他再说。好，那我们先趴着，先处理。下来就等下来。终于觉得有这个助理真好。OK， 你是右边会比较酸痛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他的拳头为什么要握那么紧？所以他要打的，他是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神不会可能说得到这个之前要先经历一番寒彻骨。来，反正我就做我的了。为什么这种画面会变成我在帮他弄那个闪到眼睛，完全是不是焦点了？你是利用这样去转移你的目标？对，这个才9块，点一杯酒，他就会送那杯叫我们结婚吧。9块？你说什么？我们结婚吧。啊！我拒绝啊！我不要啊！没有，我觉得这我必须跟大家讲，但是因为刚好他卸下心防，我才怕他做，不然他紧绷是不行的。对，要让他卸下心防。何中，干嘛有院长？哎，哦！因为刚刚看他其实蛮驼背，因为他身高偏高，所以高的人也有他的困扰。来吸口气，吐掉。哇！我们脖子这边是不是还算顺？有看到两位小鲜肉吗？可以吗？这两个爱情。好，完了，直接被拒绝。太无情了，斯坦利，你真的太无情了。那你啊，处理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确认一件事，因为他刚刚这边确实会比较松，一边这边会比较紧。可以，来再松一点点，可以，再松一点。来，我们再试一次哈，是不是可以转到下面？还在自我安抚。可以哈，你帮我感觉一下，因为你刚刚来的时候腰不舒服嘛，那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很舒服，轻松了，就没有闪到的感觉。那我觉得帮你调一调之后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因为女生都爱美，对，所以我也帮你把臀调一调，臀调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哦，可能需要。好，那我就先开始帮你弄了哈。好，来接一下哈。他为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嘿，干嘛？他很猛，很猛，他叫普渡女神。普渡女神，我天啊，好不好？哦，你说那个普渡女。我刚刚画面只有想到超度男神。
他是在公司拜拜，对，然后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就站在那里而已哦，然后就被路人拍到，被路人拍到，嗯，然后就被露手，还上了很多很多的新闻。为什么啊？一定有个点吗？因为他身材太好，就很漂亮，然后身材又好，刚好那天穿这个的粉红色。你拜拜穿这样去哦？我都是吗？嗯，这件更辣。哦，所以他就这样被人家拜到。因为拜拜拜而红，然后也因为拜拜而闪到腰。哎，每次我朋友来整完，他们都说都被拉长了。因为你就想说一件事，因为我们平常姿势太糟了，那你被浓缩这一团球的时候，对，我想要把它拉开，拉回原本身体的体态。对啊，因为你这样手就是最常听到就是驼背嘛。对啊，驼背。大胸部通常都驼背。嗯，因为负担比较重，所以你这边会自然，因为它会，你挺开会觉得这边腰很酸，尤其这一段中间。对。那这个情况之下，你们就会变成说你必须要弯，那弯的时候这边就拱起来。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你们平常啊，如果说可以的话，可以借由比如说按摩球，或者是有同事之间可以互相按摩一下会比较好一点，不然那个堆久了真的问题还会越来越歪啊，那个才是真正去处理你的问题的核心。好，刚刚是105.5左右，对，猜一个，猜103.5，太好，好，来揭晓哈，104耶，少了1.5公分耶，它其实不是少啦，就是说舒缓度，对，这104所以是外观啊，外观上是这样差异。对，如何？因为很平均的，比起刚刚一来的时候。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呢，再帮他整体感觉一下身体的部分，如果 OK 就 OK 了。好，搞定。对。你那寡不会闪到腰的，我也是头一次听。重点是求爱情。对。那今天爱情把它修整的体态已经功成圆满。那其他就靠自己。那你觉得这样调起来，因为你自己没有那样的习惯嘛，对。所以你现在调完身体的状态，你是觉得真的是松掉了吗？对。只是你感觉比较灵活。然后你自己的臀，你刚刚自己有感觉到吗？臀的那个差别，你自己知道吗？他还没照镜子。对啊。你要给他看。我跟你讲，就是不要让他看，就是回去看影片。对。然后你就看他说，哎，你怎么明天怎么又一个电话了？哎，你今天要去吃饭吗？如果是，就代表说有了。啊，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，他居然是因为普渡而红。对，就是你们上网搜寻普渡鱼。好啊，追究一下普渡，是这真的叫普渡鱼吗？哎，日本叫普渡鱼。给你解释，你不解释就真的变普渡鱼了。就叫鱼。好，好吧，追踪一下，好啊。OK， 那追踪一下美女的 IG。好，那我们武当的整副一样，礼拜四晚上6点，我们会上整副的影片，好不好？希望你桃花源那个什么桃花朵朵开，朵朵开，害我突然卡住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人缘是怎样？不要来什么人间。这个我觉得我们就不要结尾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好不好？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拜拜。